Bonjour à tous, je suis Zoe。 今天呢，带大家来看一下 Le Pont Marché。 从外面的入口到进来到里面的摆设，你们会看到他们的设计就是非常的一致，就是那个大蛋糕的造型。然后现在是圣诞节，所以上面有很多就是小礼品啊，就是来这边给采购的人带回去给他们的圣诞新年。那今天呢，就带你们来逛逛这里有什么东西吧。那就是瓜牛，它是现成的，把你做好酱料，你回去只要稍微热一下就可以吃。今天呢是假期倒数第二天开始，所以这有超多人在那边采购，看一下。因为这个超适合拿来送人的，这里面有酒啊、香槟啊，还有巧克力啊，还有这样礼盒的罐头啊。就是说可能有干辣，就是鸭肝酱，对，然后这个的话是 onion 洋葱酱，就各种的组合包。基本上的蜂马士呢在法国已经有170年，然后它是全世界第一个百货公司。那这里的话会有两间，我今天带大家看的是它就是卖一些吃的啊、喝的，就等于是一些伴手礼。然后它在它的楼上有些家具，还有一些家饰的部门这样。另外一栋的话，它就是给女装、男装，然后大部分都是服饰，也有一些大品牌像香奈儿或者是 Gucci 啊这些。那比较多的是当地法国设计师的品牌。如果你想要买一些比较特别的服饰的话，我建议你来 Le Pont Marché。基本上第一个，它就是没有很多人，都是当地人才会逛的，没有太多的亚洲观光客。大部分亚洲观光客都在老佛爷跟春天，就是大家都为了要排队买 LV 啊、香奈儿那些这样，所以来这边逛街非常舒服。C'est bon? Excellent. Excellent. D'accord. Et vous? C'est les huiles, des bulots. Oui, bulots, oui. Québec. Québec. Petite crevette du plaisir. Ah! Que l'on mange comme ça. Ah. Ah, ok. It's directly, ok. And avec blanc, wine. Ah, qu'est-ce que tu fais? Bien, bien. Ah. Et un verre de blanc français. Bonne année, Ella. Au revoir, merci. 我常来这里吃生蚝，因为它非常新鲜。如果你没有来，也可以来吃哦。还有我身后这全部都是意大利面，这好可爱哦！我给你们看，感觉要煮很久，就是可能一般的面大概3到5分钟，这可能要10分钟，因为它比较厚，然后里面酱汁吸附，就每一种面条好像都有不同的煮法跟时间，因为意大利面主要是吸它的酱汁嘛。贝壳面，这包装都超可爱，送人都很适合。这好可爱哦，这包装超级意大利面，超级意大利感。看这包装，有没有很意大利？意大利面、橄榄油，然后各种伴手礼、巧克力、酱汁等等等，还有蔬菜面，非常推荐你来这边采买。如果要回台湾的时候，就可以买这些东西回去送人。我刚看到这一罐，整个超漂亮。这是橄榄油，这不是酒，做的这么漂亮。然后23欧，700多块台币，很适合送人。这在台湾至少要1000-2000，1000多要吧，1500。Bonjour，Bonjour， 全部都是阿塞耶。嗯，太棒，太棒。Il est chaud。Japonais le français, mais the petit peu le français, du mal. Présenter le produit. Oui. C'est un produit emblématique de la gastronomie lyonnaise. Randy, nous, on existe depuis 120 ans. Mm. On est basé à Lyon, dans le sud-ouest de la région. Uh-huh. Voilà. Et on vend ces produits-là, principalement sur tout le sud-est de la France. Oh, voilà. D'accord. Brioche pur beurre, véritable saucisson à cœur de Lyon. Ah, le porc, ok, voilà, d'accord. C'est ça. On respecte un code des usages avec un produit qui est très maigre. Il y a très, très, très peu de gras à l'intérieur. Merci. Mais de rien. Bonne journée. Bonne journée aussi. Au revoir. 他说啊，这就是有很多奶油跟很多的刷须香肠这个制作的，很好吃，温温热热的啊，
这个就是有点像我们的凉糕，夜市有在卖的那种凉糕，你们这种。在我身后这一区是水区，大概我看起来7×1234，目前有35种的水在这边。像 Avion 就有出这一瓶，这罐也超美的。这罐它是1928年的牌子，我看一下是哪一台。总之呢，它的包装也很可爱，椰蛋限定的水。自己会买的话，我可能会买这一罐，因为这很适合就是喝完然后当家里的水瓶，然后整个还有很像长虹玻璃，有造型，这个整个瓶身。然后它是西班牙的，西班牙的瓶装都好美哦。现在来到酒区，啤酒区，然后这里各国都有，日本、韩国、青岛啤酒，但是我就很纳闷为什么没有台湾的啤酒。台湾十八天要是做成这种 size， 拿来这边卖应该很不错吧？还是十八天以后就不好喝了？台湾啤酒也可以啊，松阿库鲁就是没有酒精的，在这里。这个送就是没有的意思。然后从这边看好像应该都是水果酒，但是没有酒精，所以不知道是什么。这样小瓶的好可爱哦，才2块钱，超便宜。这个在 Jason Market 好像有，然后还蛮有名的，都记得他这个头像。这里有超多这种饼干，奶油饼干，1888年。好，接下来呢，我要去喝下午茶了。总之，这里有很多超级多你们可以买的东西，带回去台湾送人的、吃的、喝的、用的都有。那待会下午茶之后呢，我去楼上拍一下家事馆的部分。看一下，有费囊雪 （Fenangsia）， 还有 Madeleine Cookie， 然后还有很多东西。然后我想要点一个甜点跟一杯咖啡。Hello， 我就介绍完刚刚所有我觉得还不错的一些柜位，比如说酒啊，然后或者是巧克力意大利面区，然后还有一些鸭肝啊，或者是海鲜区，我觉得还有很多区可以等你们自己来再探索。然后我现在来喝我的下午茶咯。这糖有造型哎，拍给你们看。但我喝茶喝咖啡，我喜欢用 brown sugar。阿拉丁造型。但这个奶泡我就不予置评，毕竟这就是百货里面附属的咖啡店，就大家看起来超猛的，要帮忙收盘子，要做咖啡等等，就不是一般咖啡店分工非常细，所以就先这样子。我点了一个千层，这算千层吗？中间有卡士达，然后一层一层的。它叫做 Miller Field 啊 ，Messi， 隔壁大哥，去巴雷 Ongle，去巴雷 Ponce，去巴雷 Mandarin， Galapay， Where are you from？ 啊 ，USA 啊 ，traveling yourself？ No， with my dad。啊，大哥 ，Messi， 啊 ，Japita， I live here， I from Taiwan， 台湾。What school? ICP. Do you know that? No. No. Yeah, it's a Catholic university. Yeah. I went to Sorbonne. Ah, Sorbonne. Oh, I know. The ICP and Sorbonne are the best one and two. Yeah. Okay. Messi. 刚好遇到隔壁大哥会。给我一个 menu， 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刚吃的什么。马赛克的，它这里面好像没有，不过没关系，总之它看很好吃，我赶快趁它新鲜赶快吃。这感觉一切就碎了。
Miam, miam. Would you mind? Il est travaillé ici. Oh, ici. 坐在我对面是一个在那边工作的法国人，然后他突然就说跟我打招呼，然后我们稍微小聊了一下这样子。Ça va? Ça va? Tous les jours est occupé? Occupé? Oui. Oui, travailler occupé? Oui. Parce que de loin là.Oui. Oui. Et vous, vous êtes blogueuse, journaliste? Je suis étudiante. J'ai appris le français et depuis 3 mois ici. Vous avez mangé de croissant tous les jours? Ah, vous connaissez, croissant, quoi, exactement. Avec le petit café, hein. C'est très parisien. Ah, pas une lave.他说他每天都吃 croissant， 然后巴黎人都这样吃 café et croissant。我坐在这边，然后刚刚隔壁这位大叔就跟我换位置，因为他对面是他朋友，然后他用法文跟我讲，没想到我现在都听得懂哎，觉得很开心。嗨，马路波那里。喂。Comment vous appelle? Brigitte. Brigitte. Brigitte de Malo. Ah, de Malo. Et vous avez un grand poète français, là. Oui. C'est Marc Blanchet. Bonjour. C'est un poète français. Enchanté. Bonjour. Je ne sais pas où je suis. Je ne sais pas qui me regarde. Voilà. T'es poté, t'es poté. Merci à toi.楼上这边呢，就是他们的家饰家居部门。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杯盘，都做得很漂亮精致，而且他们这边可以带宠物进来哦。各种锅碗瓢盆在这边也买得到。然后走到中间的部分，可以看到上面有天井，可以坐在这边喝咖啡休息一下。这边的话呢，就是大型家具的部分，每一个东西我都超想带回去，但太困难了。这边是灯具的部分。这个就是今天的 Le Bon Marché， 我把它称为高级杂货馆，什么都有，然后什么都超漂亮，质感超好。那底下这边是酒窖，如果要买酒的话，就在地下室的地方。如果你们有机会来巴黎的话，一定要来 Le Bon Marché 逛一下。在这边逛的人呢，质感也非常好，也不会非常吵杂，就你可以很优雅的在里面闲晃，然后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伴手礼啊，或者要送人都可以。那今天介绍就到这边，希望你会喜欢。好吧。